喂，曹斯達，曹斯達，喂，咦，布萊恩咁趕趕咗去邊啊？亂咁過馬路，跟住車死你啊！你知啦，你個孫咁錫你，喊死佢啊！你黐線嘅！你咁趕趕咗去邊啊？我、哦、去香港書展2018啦。去書展？你識字嘅咩？嘿，冇錯啦，我就係睇中咗鬱敏新書《鬱敏踢爆之說文解字》啦。哦，鬱敏新書，喂，你知唔知鬱敏仲有一本新書叫咩啊？《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讀字》啊！梗係知啦。另外啊，除咗新嘢勁之外啊，舊嘢都激噶。你知唔知普羅重印咗中組刊本《香港高官口黑學操控永一身》嘅64條廢話公式啊？梗係知啦，個書名咁長，好深印象噶嘛。所以我咪咁急跑咗去呢個會展嘅科温一。B-B13 咯。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第二節嗱，咁啊，講下書展咧，因為就今日係第二日啦，咁啊，其實我日日都喺度嘅，咁有啲人就想知道我實際喺度嘅時間啦，咁就20號即係禮拜五咧，就晏晝4點至到夜晚10點啊，咁啊，其實呢個時間都可能悶悶地嘅，因為我都要錄節目嘅聽日，不過都盡量可以喺4點半到或者5點之前我就到啦，係嘛？咁就殺到落去夜晚黑啦，咁禮拜六咧就金啲，晏晝2點半就會喺度噶啦。OK， 咁啊禮拜日亦都係啊，咁啊所以大家可以如果得閒咧就5、6日咧就我喺度嘅時間比較長啲嘅啊。咁呢兩日我都係喺度2、3個鐘頭嘅啫啊。咁啊其餘咧就中組康咧就其實呢兩日都喺度嘅，禮拜五咧即係聽日佢2點至3點鐘又喺度。咁其實中組康我都同佢傾過，佢有時間佢就喺度嘅，但係就冇辦法確實咗個時間咯，係嘛？咁就今日就其實我走嘅時候佢都仲喺度嘅，時間就寫6點半至到7點半，但係佢其實喺8點半都仲喺度嗰陣時。咁有人嚟買書，好多人揾佢簽名，咁佢就要簽啦，係咪？咁希望大家就可以過嚟書展度啊捧下場啊。好啦，咁啊講翻即係陳浩天，我就啊即係佢咁問律師會解釋俾佢聽啦，係咁，但係我都即係有啲人關心。我都在這裡講一下跟住落嚟，即係政府而家個步驟點做啦。佢首先警方咧就送達咗，即係呢一個所謂社團主任向呢、這、一個社團事務主任向保安局長建議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咁啊，整理咗700多頁啲文件送咗俾你啦，係咪？咁就仲有佢而家隨時差佬咧，即係仲可以隨時去你屋企屌你諗起，即係破門入屋喎。咪搜集資料喎，使撚咩？你齊曬啦，文匯大公都登咯，繼續一路屌你老母，逐字記錄都可以登啦。文匯咪有撚告登咩？係咪喺台灣食下嘢拖條女又登？文匯報即係墮落呢兩張報紙，文匯大公呢兩張匪報真係墮落。屌你老母，資公堂係嘛？攞呢個中國人民嘅血汗錢嚟辦兩張咁嘅報紙，屌你老母！你班人唔去自殺都對唔撚住你啲祖宗，真係。即係好多時就係、是、哦，用真理嚟殺人喎！屌你真理喺我度喎！屌你有乜你屌你咩啊？分裂國土喎！嗰啲都唔講曬真理。你危害社會即係秩序喎！屌你諗起你破壞你即係呢個即係令到國家危害國家安全哇！屌你諗起呢個人唔撚殺得啊！即係咁撚樣啫嘛！而家係幾撚荒謬啊！你話俾我聽，但香港講法律噶嘛？咁所以而家佢整色整水都要講法律咯，係咪？咁好啦，咁啊頭先我講嘅係個即係呢個社團條例第8條1A係嘛？咁第二條咧就講咩咧？就話好啦，而家就話社團事務主任向保安局長建議，而家保安局長咧就得到呢個社團
事務主任的建議啊，跟住根據呢個第一款，即係第八條第一款嘅規定，就頭先所講嘅國家安全危害國家安全嗰款嘅規定，作出呢個建議之後咧，咁佢就可以喺憲報度刊登命令，禁止該社團啊，即係香港民族黨，係話該分支機構在香港運作或繼續運作。呢個就係第二條。咁而家未做，咁點解未做呢？就因為根據第三條咧。就保安局長如果事先沒有給予該社團或該分支機構機會，就為何不應根據第二款作出命令，而作出該社團或該分支機構認為適當的陳詞和書面申述，就不得作出該命令。好撚囉嗦嘅呢啲條文，意思即係話你一定要俾時間佢去申述，然後你先至可以決定。禁止佢運作。如果你冇俾佢做一個書面嘅申述、陳詞或者書面嘅申述咧，你係唔可以刊憲作出命令。明唔明啊？個意思就係咁啦。即係你其實法律就英文，佢老母變咗中文就係咁樣噶啦。OK 係嘛？咁意思就係咁啦。咁所以而家就話會俾21日時間，即係香港民族黨嘅負責人陳浩天先生咧，就去做書面嘅申述。21日之後，咁睇咗個書面申述之後咧，咁就如果個保安局長合理地相信給予該社團或該分支機構機會作出陳詞或書面申述，在該個案情況下並不切實可行，於是第三款咧就不適用。嗱，個意思就係話咧，屌你啦咩？你嗰個書面陳述係嘛？我俾咗你啦。但是在这个个案的情况之下，你的书面陈述并不切实可行，那就我不能接受你书面陈述了。是啊，明白吗？但是这个写定即预定剧本来的了。就是说个保安局长，我给了时间你做书面陈述，但我看完你书面陈述的话，我觉得屌你，你的书面陈述讲的东西不是对的，屌你。那于是呢就作出命令，是吧？咁作出命令之後，就送俾呢個社團啊。咁啊，根據咁啊喺就跟住就劇 set 啦，刊憲啦，係嘛？刊憲就有個生效日期，所以冇咁快嘅，你明唔明？定咗個生效日期之後，係嘛？即係指明嘅日期生效，係嘛？即係個命令可能係指明喺較後嘅日期生效嘅，雖然佢刊憲都佢唔會揸生效嘅，係唔會話揸刊憲即刻生效，指明喺較後嘅日期生效，因為佢可能仲要有一個我唔知啦。我而家睇呢條條例就係、是、可能律師會話俾你聽話，你司法覆核啦，諸如此類，仲有呢啲咁嘅嘢噶嘛。所以如果擔心陳浩天會俾人拉去坐監咧，就即係又冇咁快啦。總之就屌你，即係咁樣，係嘛？咁如果繼續屌你，咪用香港民族黨行事，佢又刊咗憲之後話你係非法社團，你繼續用香港民族黨行事，咁佢就可以拉你啦，係嘛？就咁啦，即係簡單啲講。咁大家有興趣咪上網揾嗰條社團條例嚟由頭讀一次，咪嚇撚到自己飆冷汗咯，係咪？屌你諗咩啫？跟住咧就陳浩天就生人勿近女都扣唔到啦，呢鑊就。有幾荒謬都有，香港過去咪咁咧？請問，唔好講港英時代，過去20年都唔係咁啊，係嘛？咁有啲人就話俾我聽，咪屌你有冇分裂國土啊？好撚大罪嘅，係咪？港獨喎，係啊，十惡不赦啊，將我哋國家領土分裂出去喎。血流成河，將來會何君瑤話血流成河喎，屌你老味閪，真係係嘛？你個撚樣血流成河，實有你份死嗰個啊！屌你老母真係，如果唔係就天冇眼，即係泛民，我覺得佢哋嚇即係係好撚怕俾人切實。所以是進退失據，係咪？第一句一定切割先，嗱，我哋轉頭嚟講一定切割先啊！我哋冇得切割㗎，係咪？係啊，你點切割啫？都喺度做節目，逐字記錄又喺呢度出現，即係又係根據呢個台嘅節目。屌你！咁但係我哋有咩錯咧？言論自由嚟㗎嘛？呢個係平台開放，係咪？咁你有啲人話：屌你諗乜唔俾啲共產黨嗰啲人上嚟講？嗰啲人唔俾佢講都屌你！唔係佢冇言論自由，佢大撚把平台啊嘛，係咪？你唔使屈我噶，我屌你咁樣，我解喺埋話都得啦。呢啲後生仔，我哋俾機會佢，係嘛講佢嘅主張，同唔同意就係大家自己做判斷，係咪先？
我哋問都冇問過，我哋同台長係問都冇問過，除非你講嗰啲嘢觸犯法律啦，係嘛？觸犯法律嘅意思就唔係你而家講呢啲法律，屌你老尾，啱唔啱啊？係咪？或者佢講嗰啲嘢係嘛？係會即係牽涉到誹謗啊，係嘛？妨礙司法公正啊，係嘛？咁呢啲即係現行嘅法律有機會即係抵觸嘅，咁我哋梗係唔會俾你講啦，係咪？咁但係屬於政治主張呢一個部分意見表達，屌你媽！我哋點會限制人哋啫？係咪？等於我哋都會捉啲不同政見嘅上嚟，大家辯論一下，一樣啫嘛，啱唔啱啊？係咪？咁啊，馮檢基我咁唔撚同意嗰啲主張啦，咪一樣捉佢上嚟噏，冇所謂噶，係咪？不過係你啲撚樣唔敢叫我去噏啫嘛，係咪？你叫我去噏，我都去噏噶，係咪？你邊個台你叫得我去，我都去噏噶，屌你老尾，係咪？我一樣噏嘅喎，你俾我噏就得噶啦，係咪？咁所以我頭先即係當然有啲人會問啊，驚唔驚啊買 radio？ 咁啊驚咪兩份咯，屌你最撚簡單嗰句，係咪？咁當然啦，我啲同事驚嘅時候，我就會考慮埋我啲同事驚，咁咪接撚咗佢咯，最多就冇咁點啫，係咪啊？簡單啫嘛，係咪？所以我再講一次，無論個事態點樣發展。陳浩天只要他自己願意在這裡做節目、啊、我們都、啊、繼續會讓他在這裡做節目的 OK 剛剛這個說法對對很清楚了是不是我們都要公開說這個就不是說以我們自己私底下、哎、有些人說抨擊走他呢譬如陳雲、啊、之前抨擊走那些呢就我是要抨擊走你的 OK 說完我廢了時給你們在這裡屌你老尾在這裡鳩噏呢啲就係、是、因為你係壞人，越嚟越多事實證明你係壞撚咗腦，所以我唔撚俾你喺度做節目。我有權，你對我冇傷害，係你傷害咗其他人，係嘛？所以係兩回事嚟嘅。唉，唔撚使捉我自殺，OK 係嘛？呢、這個台係我嘅，我中意做乜都得，講撚完係嘛？但在這件事上面這個是基於一個大是大非不得含糊如果在陳浩天現在這樣的情況底下跟著我掃了他出去是吧割席屌你想想就不如我台都撿了沒有 credibility 的了做你託什麼對不對這個常識又不是什麼我大人大義沒有、欸、我都是小人物一個屌你想想我都一樣貪生怕死說了完 OK 我都很貪生怕死的 OK但是不做得咯是不是不可以因为这样就切割咯不是好像你班泛民这样切咯讲完是不是跟着现在整食整水去游行屌示威嘥鸠气那你游行有没有邀请陈浩天去屌你老尾有没有叫他出来讲嘢帮他站台呢屌你老尾真的过期一个期在后面啦有没有说我哋誓死捍卫主张港独的言论自由会不会讲这些嘢唔系我们都是陈浩天屌你老尾因为我们都是陈浩天会不会呢不会啦想死嘛屌你老尾真的我们都是陈浩天是不是屌你老尾你班柒头真的是吧不过 好像我哋两个都是陈浩天现在是啊我现在是啊陈浩天啊屌你老尾陈浩天黑手添啊是不是砌你屌你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是不是所谓啊真的即是有时想想下都冇乜所謂嘅，即係講下講咁。唔係一個係咁，兩個係咁。唔係咯，阿梁天琪係咁，我哋陳浩欣啊，陳浩天係咁，屌你真！真係呢個又唔怪得人哋有咁嘅諗法，屌你真！唉，咁都冇辦法嘅。咪但係仲有一樣嘢好簡單啫，全部都公開嘅嘛。咁講撚到好多秘密咁樣樣，係啊！要林鄭月娥嗰陣時話：你唔好以為我唔知啊！你又同阿同呢個食飯，同嗰個食飯啊，同啲後生仔乜乜啦！我屌你老味啫！因為咪白色恐怖一早話俾你聽，好在我唔撚驚嘅啫，第二啲真係行到瀨尿，哇！咁樣樣都得啊，係嘛？擺明係恐嚇我啫嘛，其實係啱唔啱？最撚無恥就係佢哋話啊！而家好和諧啊，搞啲咁嘅嘢。唔係真係無厘頭咧，講呢句咩和諧？而家事實上就唔和諧，唔和諧嘅地方喺邊度咧？你有鉛水，搞咁耐又有鉛水，
呢、這個沙中線高鐵，跟住而家呢陳浩點和諧？我睇完真係睇唔到點和諧，點解要？喂，呢、這個陳建波做財委會主席行出嚟做連，即係連結啊，即係一年啦，完咗啦，咁啊，我財委會嘅工作，佢話如果再嚟高鐵撥款啊，四個鐘頭就搞掂啦，拉布都屌你老母，已經係即係冇拉布意志啊，直情話你冇拉布意志，幾撚撲街講呢啲，你知唔知啊？冇拉布意志啊！如果高鐵撥款再嚟啊，屌你四個鐘頭搞掂幾撚串啊！真係，即係你話你呢班咁嘅泛民，真係，唉，屌你啦，咪真係唔緊要啊！又就嚟補選啦，屌你！大家搏命去爭呢個位啊！唔好俾馮檢基去啊！屌你啦，咪真係。馮檢基勾結西環啊，犀利啊！黃毓民支持佢啊，搞冧呢個泛民啊！屌你老母，我支持佢嚟搞冧泛民，你真食撚咗屎真係，係咪？即係你鄭宇錫呢啲真係，而家咪俾呢個舊科技爆鳩嚟收，屌你老母中央情報局錢啊！屌你老母，唔係嗰個唔係中央情報局，哦 ，NED National Endowment of Democracy。咁有啲人就有啲人啊，有啲人就話，即係好強呢個，有啲人咁講。就係、是、呢個 NED 其實就係呢個中央情報局嘅一個即係所謂前台嘅組織咁之。咁又如何？我係組織。又如何？你認就得噶啦。又如何？係咪？你認你勾結外國勢力嘅又如何？係咪？光明正大我就係勾結外國勢力。其實而家冇乜壞喎。喂！屌你媽！當年孫中山要北伐統一中國，佢都勾結外國勢力啦！屌你老尾！勾結外國勢力不是一個貶義嚟噶嘛，係爭咗一個，不用詞不當啫嘛，啲人係嘛，爭咗一個爭，我哋用一個斯文啲嘅講法，有屌有文咯，即係有文采嘅講法，爭取澳門係啊，係爭咗啲外國勢力數唔數過啫嘛，爭取外國即係有我嘅勢力啊，有好勢力，咪有我都得嘅，爭取外國有好勢力嘅澳門，屌你啦，咩勾結外國勢力啫？你話你唔撚識字？我哋叫做爭取澳門，啊，即係等於蔡英文較早之前提出一個訴求，就是民主聯盟，屌你對付中共，咁你係話佢痴心妄想唔都得噶嘛？係咪冇所謂噶嘛？各出各話啫，各有各講啫嘛，講都唔撚得，係啊。但陳浩天呢件事咧，我想話俾大家聽咧，大家唔好當係小事，唔好當係呢條僆仔戇鳩，有咩理由去主張港獨咧？即係連嗰個八十幾歲嘅楊痴痴教授都講啊，講佢點解會有港獨啊？你老啦，屌你啦！咪因為我哋成日話啲人，唉，年輕人你太年輕啦，係咪？老嘢你太老啦，係咪？調翻轉可以咁講嘅啫嘛。是咪？你點理解啫？咁啊，同時代脱節咯。唔係，你可以唔同意啊？係咪啊？當你問點解嘅話，就代表你離地啦嘛。喂，點解會產生呢一種咁嘅主張？點解啲後生仔啲人會講呢啲嘢咧？係咪？即係等於台灣點解有啲天然獨咧？係咪？佢同你國民黨，同你所謂中華民國啊，即係過去嘅歷史，佢冇嚟拉更嘛，因為係咪？咁佢生活喺台灣，佢就係台灣人啊嘛，係嘛？咁你叫中華民國，咪咁多嘢咯，最多就係咁啊。咁你叫佢話自己係中國人，佢唔撚中意話自己係中國人啦。咁你就話佢漢奸，屌你啦，咪即係啊嘛？點對得住列祖列宗啲黐撚線嘅列祖列宗？你話嗰個係你列祖列宗啫，屌你啦尾！滿清政府又係你列祖列宗，屌你啦乜蒙古人又係列祖你列祖列宗，係嘛？即係所以所謂西方啊，你成日講西方民主，人哋講個人民最大啊嘛，大佬嗰、那個你本末要分清楚，人民先至係目的啊嘛，大佬，其他啲全部都手段嚟噶嘛。你而家調鳩轉嚟講，屌你有乜？你嗰啲就係目的，係咪？人民先係手段，係工具，
咪錯撚曬咯，好簡單啫嘛，係嘛？屌你咪讀多兩本書就知噶啦，讀下啲歷史文獻係嘛，睇下西方歷史點樣發展中國歷史係嘛，你甚至讀下先秦嗰啲思想家嗰啲嚇。你唔撚識就再睇下嚇，即係對呢啲思想家嘅思想發揚光大嗰啲，係余英時啊、啊徐復觀啊、茅中三啊，讀下佢哋啲書，咁你都知啊嘛，大佬。乜撚叫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民為貴係嘛？君為輕捨即恥之，兩千幾年前講嘅啦，屌你阿媽係嘛？黐鳩線嘅你都屌你老母你咁，即係一句講撚曬你湯家驊、梁美芬呢啲係賤人嚟噶嘛？呢啲賤人係咩咧？就俾共產黨入撚咗屎忽窿嘅賤人，好撚過癮，告我拉布啦！屌你老尾，你兩個柒頭，我一個唔係柒頭嚟嘅，屌你老尾真係賤啊！嗱，呢個係 fair comment 啊，因為你講呢啲嘢啊嘛，係咪啊？當然你一定是扮聽不懂我說這些話，因為很難聽又粗俗，屌你了，會不會有逐字紀錄的罵人、哎、叫他寫吧逐字紀錄，屌你了，很簡單啦，屌這些是你開逐字紀錄還是開出本書啦，是吧，屌你了，廣東話精髓柒柒碌碌柒多好啊，是吧，湯家驊屌你了，你個柒碌成碌柒，咁你咪寫出嚟咯，屌你啦尾，你咪話我拉布啦，係咪？你要引經據典，咩叫柒碌，咩叫碌柒先得喎？係、你仲要話合理地相信呢個係一個誹謗嘅攻擊，人身攻擊係咪？屌你啦尾，可以咁啊？你係律師嚟噶嘛？做啦，唔撚做你係柒頭，繼續屌你 ，OK？ 你個撚樣做撚咗行政會議就喺度鳩噏。你想想以前你屌你想去反廿三條又穿黑衣又遊行，屌你老尾，你所作所為，一係你話俾人哋聽，我以前做呢啲嘢全部錯撚曬嘅，咁咪得咯。你行出嚟講啦，你以前做呢啲係戇鳩啦，屌你老母，俾梁家傑點啦，俾余若薇點啦，俾吳靄儀點啦，屌你老尾。哇！去到而家咁大件事咧，公民黨以前啲元老全部都笠水喎。不是梁家傑有上電台節目說，不是我講針對湯家驊講這些事，屌你他怎麼會罵湯家驊，為什麼湯家驊不罵，這班這樣藍血人屌你老尾，真是在中環出入的嘛，屌你老尾真是怕撞到 是就是怕撞到、你真的很厲害反應這麼快的我說他在中環出入就不是代表他是精英，總之是精英是吧，就很厲害有錢就怕撞到嘛，屌你老尾屌撚完，我多撚發夢都希望撞到他，看他怎樣跟我說話，屌你我一定屌他的，我沒得談的，即是某人都是他，如果不然他在街上撞到我兜巴聲他，讓他告我普通襲擊是啊，我一定兜把聲，屌你老母反骨仔咁，一撚樣一撚樣啫嘛，但係成日撞唔到嗰啲人，屌你老味係嘅，咁我唔會特登走去冚佢兩巴嘅，撞到就梗係即興啦，屌你老味，冇預謀冇計劃，冇預謀冇計劃，屌你老味，冇預謀冇計劃，係咪？唉，即係不過點講，即係未醒嘅人始終都係未醒噶啦，即係唔係即係冇乜意思嘅。不過就係即係谷撚氣咁解嘅啫，係咪啊？咁啊，大家可以留意個時態發展啦。都唔使留意噶啦，都快噶啦。咁你咪俾多你咪一個月，咪個零月咁啊，清晰曬啦。唔係呢個，所以都係對陳浩天亦都係個考驗嚟嘅。頂唔頂得住個壓力啊？頂唔頂得住個壓力？咁但係佢呢個屌你咁樣港獨，即係呢個個標籤就甩唔到噶啦，全世界公認嘅而家係屌你咁樣啫，一寫就已經係用呢、這個即係、港獨分子或者港獨嘅乜乜乜咁噶啦，而家全部係咪？咁佢喺台灣嗰個政治地位又好撚崇高嘅，即係因為呢條友，因為有一次咧，我同你講嘅台灣民族黨咪有個叫做係咪？咁個民族黨嘅主席咧就同我講啊嘛，係咪？喂，你介紹陳浩天俾我識啊，我們可以借懵啊，屌你老味啊，真係㗎，好搞笑。咁啊，而家咪借懵咯。但係佢個台灣民族黨屌你選舉係零票咁滯，屌你呢個係要選舉人哋唔撚俾佢選，驚佢選到。屌你真係，所以我都叻嘅。我嗰陣時同啲台獨分子講，啲台獨組織，我話台獨屌你，咪台灣有撚市場咩而家？你選舉都輸俾人。是吧，
因為已經有一個台獨做撚咗總統啦嘛，係咪？咁你從台乜撚嘢獨啫？佢係好撚唔順氣嘅，搏鳩我一諗一諗下又係喎。咁你嗰個主張台獨，佢做撚咗總統啦，你仲台乜撚嘢獨啊？咁其他你呢啲咁嘅所謂激進派，你去選舉咪輸咯？但我香港唔係喎，香港原來好撚大空間喎，誒、哎、俾我噏撚中。誒、啊，所以我哋都係賺撚使嘅，係咪？好，節目時間到啊，咁啊，大家嚟舒展捧場，拜拜。